大家好，我现在呢在一个阳光普照的马艾米，那大家呢都是非常快乐，非常就是那种度假暑假的感觉，穿着泳衣呢到处走，感觉非常非常的好。其实呢让我觉得更累，更想睡觉，因为我刚刚从内地回来嘛，那还没有休息到。其实我非常兴奋的，因为今天晚上呢会跟那些非常有名的 DJ 见面，而且明天呢会为那个就是Best Event 做一个颁奖，那这是我第一次在迈阿密呢做颁奖礼或者说颁奖，所以我非常期待可以遇到一些就是非常有名的歌手啦，还有 DJ 们。我现在呢觉得越看到那些心情那么的放松的人呢就觉得越累，所以让我睡一饱觉呢，然后把我的指甲弄好，颁过奖过后呢我就会去海边完了。想睡。Not one of those.Transparent, like clear. Okay. We'll put you under the lamp and it'll keep you with a wet, shiny look, okay? Yes. All right? Roll something. What's that shit? Is it hot burn? What did he say just now? Roll hot. Roll hot. Hot burn.Hoffer. Yeah, Hoffer, that's right. Rob Hoffer. Rob Hoffer. 我现在在学怎么读那些，就是那些 DJs 啦，还有跟我一起颁奖的那些人的名字，太难了。这个叫做 Peter Rob Hoffer. Rob Hoffer. Rob Hoffer. 你觉得嘴巴里面好像在吃那种 Marble 怎么讲？玻璃蛋？不知道。真是玻璃蛋，因为嘴巴怪怪的。Peter Rohoffer. 连手都要被人家洗，我觉得我好像残废。